故宫南院，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，简称故宫南院，坐落在嘉义县太保市，临近高铁嘉义站和蒜头糖厂，以收藏、研究、教育、展示亚洲艺术品与相关文物为定位。民众可于馆内租借语音导览机进行文化巡礼。馆外园区另设有人工湖和主题花园。